那其实呢，我们在彩排的时候，李湘云很紧张忙碌地说：“阿哲老师，那这首歌需要怎么，有什么特别要小心要注意的地方？”他很怕自己唱不好，你们觉得呢？很棒，对不对？万圣节机会跟大家好好的再问候一次，好吧？北京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阿哲老师。今后我要怎么说现在的心情？其实从我知道要有这个荣幸来到这里开始，我就天天在想，我到台上这一瞬间我应该怎么办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对自己的偶像，就觉得真的会多少是困难的情况，真的好激动。上台以后就轻松了，我觉得喜欢唱歌的都是一样的，到了台上以后就会完全的忘了。投入在音乐。那接下来，我就把时间交给李湘云，她要为我们带来她的好听的歌曲。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李湘云为我们带来她的新歌，好不好？把时间交给李湘云。那快过新年了，我觉得我此刻可以站在这里，对我自己来讲是。2010年，这些年我拥有的最珍贵的、最幸福、是最幸运的一个礼物。我谢谢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阿哲老师，谢谢你们。就这首歌是自己的第一首单曲，叫做《沉淀》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。谢谢。
的时光。